闻西秋袭西军，倚天海商君，眉宇刚毅，不怒而威，蓝发蓝袍，足蹬锦靴，手持羽扇，背挂忘情剑，一身凛然正气，武功盖世，为人重情重义。倚天海商君在西丘修行，苦练五行转命之术，不料却走火入魔。一夜书得知此事，以自身百年根基助海商君度过劫数。事后海商君当下以恶雷为证，立下重誓，要替一夜书抵下三次劫难。海商君在云渡山被七重冥王率领人马围攻。海雄君，你来不用火，以心胸的交换路细数足迹，贫困不清，行数不是在意，天地之性明在寒清，用好自己随时优秀，一心寒清便是这一心困境，随时优秀。你是这名专职资金，你定会好起来。兄弟，请原谅我心惊肠，有你独自在世上，世上受苦，海上公啊。有块金铺并立金，九宫殿会不足行。红顶青书会不进，红星不提心。